猪。甜儿，这给咱妈给你炖的。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？不是字儿，是特人儿。甜儿啊！行了，我先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来来来，哎呀哎呀，好没好点儿啊？哎呀妈！哎呀，好点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妈！二姐咋的？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？二姐夫，你快快快回避一下！我还能看见你蹲下。哎呀妈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好点了吗？哎呦难受死我了！好点了，好点了哈。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？嗯，行了哈。二姐夫，你出来吧。哎呀，你出来吧。不，我媳妇儿咋的了？这吐成这样啊！我二姐啊，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，一个是猪蹄儿，一个是你。不是，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贫了，这难受着呢。哦，那行行行，小米粒儿啊。啊。坐这边来。啊，行行好。小米粒儿啊，哎，你是我亲妹妹不？是啊。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，啊、你帮我把她吃了呗。No, 我这减肥呢，我不能吃。再说了，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。不是，小美丽儿，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？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，咱妈还让我使点人间烟火。从第6个月开始，吃了1个月的鸡汤；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，全是稀的。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。这不来干的了吗？搁哪呢？清水炖猪蹄儿。你说从早上开始啊，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上了，我吃的黄豆。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，妈妈，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？啊，妈妈说好的，没问题，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。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？前蹄儿炖后蹄儿，黄豆都给我省了。不是，那你没吃黄豆，你吃啥了？喝的清水呗。那猪蹄儿呢？找着猪蹄儿没？我估计啊，再照这么发展下去，咱妈就得给我弄猪蹄儿刺身了。估计啊，清水都得省了。我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这猪蹄儿招谁惹谁了呢？你说。二驴子，啊，你知不知道好歹呀？怎么了？那咱妈不也是为你好吗？对对，她就想让你生个健康的小宝宝。是为了孩子。这孩子健康肯定是没问题了啊，我就怕他出来的时候拎个耙子。哎呀，你可别闹了，那猪蹄你也没吃几个呀，不都让我造了吗？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，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。你看看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又该喝鸡汤了。